好意思的，是真不好意思的。你应该高兴啊，你江州的小孩子。高兴。高兴。江州的。江州的小孩子。我真的，我今年几岁了？我有这样的日子，我高兴。你知道吗？我好高兴。所以你要吃多一点。本来伤心变成高兴。所以你不要想。那么他进去拿我旁边的手机，我今年我弟弟给我很多红包钱，我就放在那边，他就拿去桌上的东西，我卖过的钱全部拿去，连我一个秤也拿去，放那个司令的钱放到要满他也拿去，我纸袋里面几角钱他也拿去，没有给我一毛钱就对了啦，给我拿到光光，一身拿到光光。我没有想到这样搞他去，因为他的批发是年轻青年卖了手拿就出，我不知道。你想看这样子，我一年到头我都是这样子做工做工，那么人家连一个过年给我一点，他们就跟我扫到光光。就经过这一次，你说还顶得住吗？顶得住。我都说不傻，还好一点。差一点了，那天呢，连吃都不会吃了，都没有喝水啊，坐在那边了，真的眼泪也往肚里吞。今年就我们所有的伙伴，所有打火的兄弟们姐妹们，来跟安迪一起拜个年，庆祝新年。顺便请安迪吃。